你得接呀，我一来电话你就得接，知道吧？你把我这个上个视频那个录下来给你妈看看，到底是你家儿子在找我，还是我在找你？你录下来给你妈看看，要不我发给你舅舅吧。哎，行了，呵行了，行呵，了。别扯淡。你舅舅那个微信号我有啊，别扯淡啊！别扯淡。让你舅舅发给你妈看看。我替你背黑锅，你知道吧？让我跟你妈解释解释，一顿数落，骂了我半个多小时，我靠！你内心有没有那一丁点的那个内疚啊？你听我说完啊。我雇佣你，就是让你帮我背黑锅，你知道你雇佣我什么了？还替你背黑锅，我操！那我雇佣你干啥呀？你要点逼点想想，吗？你不想。你给我多少钱一个月啊？雇佣我？一个月几万多钱，2块5块钱吧，差5块，一个五月块。5块钱，啊，5块钱替你背黑锅啊？这样吧，你把我所有的视频，每个视频底下打赏5块钱。一个视频。你打赏得起吧？你要是打赏得起，我随便哪个视频给。我拿你的爸爸看看，你看看，你随便哪个视频，不是你那对么，吧？你心里娘，你说你值不值？狗屁！你要是真在我某个视频下面打赏5块钱，你就出名了，我跟你讲。凭良心说，你值不值？唉，凭良心说。我真的瞧不起你，知道吧？凭良心说，我求求你了，放手吧！求求你了，不要再骚扰我了，我求求你了！他妈的，一个台湾的还是繁体字的，抄袭我的视频，我靠，就是大年初十嘛，知道吧？大年初十拍的视频被他下载下来，添加了一些字幕，加了一些旁白，乱七八糟的什么，黑黑黑我们的，17万播放量，知道吧？我的原唱被人家抄袭了，他17万播放量，我100来个播放量，他17万，他下面评论300多，这是啥？你能看得懂吗？不跟你唠了。